有一个训练生，他说在排名公布的那一天，回到宿舍的时候，发现桌子上多了很多很多匿名的泡面。是不是刘雨昕啊？谁要不要认领这个秘密？没有人要认领吗？不敢举手。是你吗，陆柯然？谢老师，你不要瞎 Q 哈，真不是我。刘雨昕就是你啊？怎么样？你为什么领得到泡面，其他人领不到？好像因为当时是顺位发表刚结束，然后每天当时醒来的时候，桌上就会有一些小贴纸跟一些信，还有泡面。有一些人是因为刚好说因为也不想带走了，就把它留给我，然后有一些人会然后会说多吃一点，然后就是大家都挺暖心的。而且在那个强度很大的阶段上，其实每天醒来都会觉得有很温暖的事情发生。所以你都知道那些泡面是谁送的是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都是匿名的。有一些是匿名的，就扔在我的桌上。扔在送在放放在我的桌上。匿名的你敢吃哦？吃了。真的是蛮好吃的。